我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让领事馆的第二双眼睛看到你来买我的橘子，跟我这个可疑分子交谈。这是我的第二个目的，策反你的第一步。看来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而且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并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已经破产了。楼下赶走了一个卖橘子的老头，这是战利品，拿去给大家分了吧。谢陈少伯。最近和那边的沟通有点不顺畅，再耐心等一等。不过，我们也要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。好，这是江浩。什么？你真的认为江浩可以胜任这次任务吗？我的意思是。
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巧，对于月子小姐来说，应该是期待的必然吧。哦，是吗？月子小姐来太平洋大酒店，难道不是刻意？都准备在总督府复活节招待会上盗取菊花档案，我们绝不能够让中共捷足先登。你们和古飞研究一个周密的计划，务必抢先得到档案。是。
男人约会。嗯，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啊，在我忙的时候有人先替我爱着呢，这很好。哎，那个姚野不是很喜欢你吗？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江浩，当我还爱着你的时候，你就不准让别人爱我，这是你的职责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尽职尽责的。早已加入了南方军，有这可能。我自己不也正在中共的圈里由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吗？我们是不谋而合呀。那这死者又是谁呢？哎，我知道你不是林娜，她是。可是她就是不承认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没有证据。哎，你在那个世界，如果能够帮帮我的忙，我会念你的好的。我会保证你的墓天天都干干净净的。在吗？啊，我是。你看，又有人送花，顾小姐，又有人给你送花。谢谢。小姐，你的证件。我就是证件。对不起，我要找顾飞。对不起，没有证件不可以进入。少废话，哎哎，走开，让我进去。小姐，我只是个看门的，请您不要为难我。少废话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没有证件不可以进入。我去总统府都不要证件，哎，闪开。您不要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也是在执行公务。小姐，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要找顾飞。小姐，真对不起。
这画真漂亮。怎么着，要不要见一个？当然了，要在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里去见。还真要见呢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具体想法？就按照我标注的尺寸去建啊，花多少钱不重要，该花多少啊你就去找陈伯去取。嗯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嗯，一定要给我盖好。没问题。要么你把顾飞叫出来，要么让本小姐进去，不然我就去报警了。你不要这么不讲道理，我也是在执行公务。谁不讲道理啊，我要见顾飞。上。这不是贝拉小姐吗？有文章要发表，你不需要亲自来，你找个人送过来就可以了。我不是来投稿的，我是来找顾飞的。那么巧，我也正好来接他。你来接他？对呀，我经常来接他的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这还用问吗？看你穿得这么精心，应该是来找他约会的吧。哎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江浩是什么关系，我跟他就是什么。我的表不大准，也许是两点吧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坐在你的对面。当然。
包括中共和军统，有可能在总督府复活节招待会上盗取菊花档案。正如省委少佐的意思，就怕他们不去。不要过于乐观。对了，法师请求我们帮他处理一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安全。谁？艾琳夫人。法师的忙我们是一定要帮的，对于这么一个很难张口求人的人实属不易，对吧？无论是身高身材还是长相，他俩真是绝配。绝配，绝配，绝配。你这一头热的剃头挑子该凉了吧？哎，你和姚野有没有在一起的合影啊？也拿来让我欣赏欣赏吧。我跟他在一起你吃醋了？那个癞蛤蟆的醋你也吃啊？姓姚的只不过是看中了我老爸的位置而已。哎，其实啊，你们俩挺般配的，兴趣相投嘛，总喜欢拿着一个破相机在暗处给人照相，绝配，绝配。哎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姑奶奶送回家去。现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每天都会有好多涌进澳门，社会治安明显也成了问题。因此呢，一方面要加大控制的力度，另一方面还要多开辟像这样的救济中心，发动工商界人士多多的参与。哎，瞎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呀。我们还要看见顾飞没有？是没来吧？多多参与，请他们捐款捐物。所以单纯靠我们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，难民也像潮水一般涌来，澳门也成了这些走投无路者的临时避难所。以澳门之小，难以能尽容天下难民，但是澳门当局保证，已经来到澳门的难民我们就会负责到底，将与我们同在。少爷，哎，这是阿顺，越南难民，他可是主动要来救济中心帮忙的。阿顺，哎，快叫，这是我们家少爷。少爷，你好。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汉语都教会了？什么呀，贝拉，你别开玩笑啊！他是越南难民，在码头上晕倒了，我搭个手，就给人家安置下来了。你乱说话！长得还真漂亮，水妹子，过来帮我的忙吧。哎呀，好吧，就算你默默的，但是在认真的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。差得远着呢，我跟他语言不通，沟通不上啊。行了吧你，眉来眼去的沟通还少啊？
都炒好了吗？都炒好了，都在锅里热着呢。哎，你看你那么累，哎，我帮你啊。我不累。哎呀，你看你满头大汗的。哎，郭记者，郭记者。是你们啊，江公子和贝拉小姐也参加了志愿者的慈善活动吗？是啊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本小姐是难民救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，当然了，还有我的号。哎，我是志愿者里的业余分子，是来帮贝拉的。不过呢，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出出风头，上上你们报纸的版面。哎，顾记者，就给我们俩来一张工作照怎么样？好。顾记者，你的石先生呢？他怎么没来？他很忙，没过来。石先生，谁啊？你忘了，我跟你说过，石先生啊。哦，你的男朋友是吧？哎呀，但关键我只见过你男朋友的背面，真不好意思啊。真的啊，我就是看那照片上就是他的背身啊。没关系，我男朋友也是久闻了江公子的大名。这儿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有空的话你可以跟他联系。好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我还有菜没炒完呢。希望你再接再厉，把复活节的戏唱好。你和你的鸽子兄弟们情同手足吗？行了，别再夸我了，再夸我可就生气了啊！哎，你在教堂里给人婚礼放洗心歌的生意怎么样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和你的鸽子兄弟们，英雄也有用武之处嘛。默默无闻的澳门，就因为这份不日协议，
一下子成了各国关注的焦点，你能适应得了吗？请总督大人放心，我保证协议副本万无一失。嗯，怎么样？很好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嗯哼。是一组时间数字，艾琳夫人要到复活节招待会开始前才能得到，您交给我。密码怎么还没送来？来不及了，见机行事吧。这一年一届的复活节，声称是华人和葡萄牙人同欢共庆的无二佳期啊。对，以前一直如此，不过如今情形有些不大一样，好像日本人比往年多了一些。好在葡澳政府的中立政策，不必让我们向他们卑躬屈膝。啊，葡萄牙政府会极力保证澳门的稳定。诸位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中村先生，我和各位华商领袖正为见到的是您而不是日本兵感到宽慰啊。总督大人，日葡关系一向堪称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典范，今又值此良宵佳节，我们当举杯共饮，兵戎之事还是免谈了吧。好，来来来，干杯。来，阿妈。哎，贝拉，那人你认识吗？那是苏子玉的夫人。你看她那项链多漂亮啊！要不你去问问她在哪买的，我送你一条。真的？真的。今天会有两次灭灯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明白。子很健忘的，我那天跟江公子说的话，看来江公子都忘了。你跟我说过的话？哦，那天好像我们俩还一起喝过咖啡呢。那咱们今天再喝一杯吧。本来我是要敬江公子一杯的，但是我知道今天江公子是受人之邀来帮忙的。虽然是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但是既然应了别人，就不应该失信于人，那样也会耽误了我的大事。
不就叫个省委吗？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神人了。让我看看小姐的未来。好啊。小姐，你在这座城市里将会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。由于某种原因，你的事业和爱情会在绕了一个圈之后回到起点。哎呀，事情严重了。灯火明明灭灭，像是冷漠的脸，人潮里多少玄机暗藏。你用最美誓言换我最好的时光，黑夜里飘散残留影像，这一生不短不长，恰好把爱度量。我用青春凝结成霜，情一段爱为伤，等待你太的脸，人潮里多少玄机暗藏。你用最美誓言换我最好的时光，黑夜里飘散残留影像，这一生不短不长，恰好把爱度量。我用青春凝结成霜，情一段爱为伤，等待